就人嘛，总是这需已要经点。过头了，这个真的过头了。然后什么都推估到时间。捐东西。不，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番茄 Yuri， 今天回到新路谷物语。那今天要陪伴我度过农场一天的人是阿瑶。Hello。嗨，阿瑶。那我们现在已经要迈入第23天，所以等于我们接下来还有整整夏天还有整整6天的时间，都要拿来赚钱，赚钱，存钱。为什么呢？这样我下个季节我就可以做作物，让我的钱大幅上升，然后还可以提交社区中心。嗯，啊，这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洒水器。没有洒水器。对，但是洒水器需要矿物，你就要去挖矿啊。对，这才是一个困难的地方。这就，唉，然后有火把，可可。有火把了。嗯嗯，今天是下雨天，下雨天就是钓鱼的好时机。夏季的雨天有特殊的值得钓的东西吗？好像没有。对啊，钓到的东西还是差不多，差不多好吧。嗯嗯，好像也是。对呀、啊，看看喽。嗯，哎，咻咻，那我们就出门喽。哇哦！哦，好像是有一条我可以钓得到。No no no no！ 夏季的下雨天才钓得到的东西，哦，两条，我看到两条了。很像什么什么慢的东西之类的吗？嗯，不是。那是什么？嗯，有一条叫做 Red Snapper。Red Snapper。嗯，它是，就是一条小小的红色的鱼。哦，它的中文名称叫做大西洋笛鲷，哎，听起来好像很猛、嗯。对啊，然后还有另外一只，哎，另外一只是不是你？另外一只鸟好像已经捐掉了。嗯，我们来看看，哦，应该没有了，因为我的河鱼都哎、对对，我看到那一只了。在你刚刚打开的瞬间，我就看到你捐掉的那一只了。哪里？你刚刚开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看到你打开的那一个而已。这个第二只就是你捐掉的。这个是哦，它是夜钓啊。哎、我的机卡点呢？不是，它在小河那边钓得到。机卡点了。刚刚在那边这样一直左右左右左右，有点可怜。哎，我们是不是有蝙蝠洞，还是有什么？有啊，几百年没进去了，这样吗？对啊，想说进去看一下。哦，哦蘑菇洞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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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有点可怕。还好啦。没有，我是怕不小心把我的东西吃掉。就是选项出来的时候，不要太本能的按 yes 就好，看一下内容再按。嗯哼哼哼，对，真的。这个是不管在哪一款游戏都要养成的好习惯啊。真的。之前手残不小心按到，然后就把我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花掉了，觉得哀伤。什么？猪猪吧。哈哈。存了那么久，就不小心花掉一颗这样。你该不会就接关了吧？对，我就接管了，结果还没有钓什么好东西下来，真的让我非常的难过，真的是还蛮令人伤心的。嗯嗯，
我什么时候可以看下一个季节做那个东西啊？那个季节的第一天，对，我不能先看看吗？不行，它不会更新，它一定会到下一个季节它才会更新。这就像你会看到夏季的时候，摊贩上面卖的种子会卖你秋季的种子吗？不会吧。好啦，也是。这个可以先买。喂，wheat，还有什么？这不是景观植物啊？玉米。好啦，我觉得进到第二年，我才会开始来种果树。果树真的是蛮需要钱的。对，进到第二年再说吧。可是其实如果你今年稍微种个一两个的话，你明年就可以收成了耶。可是我很穷。穷，我知道，是花园鳗，没错，还给我哦，好金。惊艳，哇！我这个农场有蟹笼吗？哎呦喂，有原来我有吧？蟹笼。只是你那么多而已。那当然是买喽，好，就这样。有蟹笼啊，原来是有蟹笼的。我好想一键整理包包哦。有啊，有这个东西啊，只是它可能不一定会按照你想要的方式排而已。伤你心不能要求哦。一键整理包包符合每个人对于物品排列的习惯，都符合他们的期望啊。啊，一键整理包包是好物，呵呵。有啊，它有啊，只是你都没有按它而已。那个，这个，对啊，哦，它一直都有。原来有，对不起，我忽略了它，呵呵呵呵呵呵。只是因为你的排列就是跟他的排列不一样，所以你还是得自己整理，根本就没有差。唉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突然忘记我在唱什么了，这你好可像能要是多唱。某首老歌。不过有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问我说：“小姐，你要结婚吗那是变态叔叔吧？你不要这样子把别人塑造的形象弄得那么可怕，好不好？小姐，你要结婚吗？我可以我是丢变出你态。可以结婚的东西哟。”天哪！拜托，赶快来一些好东西吧，好东西。在新入股啊，不对，我觉得不管在哪里都很需要钱。的确是这样，哎，你马上就钓到限定的鱼了，Ray Snapper，没错，就是那只。Ray Snapper，Snapper，Purple，到底在干嘛？没有，我只是在想要玩那种，就是不是有人说，就是有种 echo，echo，对呀、啊。那个东西。对呀、啊，是这样子，没有错啦。所以我刚刚就 Ray Snapper，Ray Snapper，Snapper，Purr，超级没有回音的效果啦！越来越低沉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对呀、啊，我靠！太猛了，这个鱼一我飞冲靠！天。我靠！拜拜拜拜拜！这感觉是比那个
超级黄瓜还要再更上一层的东西，你不知道掉到什么了。好可怕！对呀、啊，不然就是巨大版的超级黄瓜吧，我想。不要，如果它掉下来还是超级黄瓜，我会非常失望。反正你现在钓不到、啊。对啊，也是。我觉得我刚刚一开始真的是神反应耶，你知道？有，我看到你有追上他，好可怕！太厉害啦！真的，有点可怕。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呀、不知道，嗯？无法确定，除非你成功把它拉上来。可是过了这村就没了那村了，事情也没这么严重吧？就是你也不会知道你拉上来到底是同一条啊，是没错啦，但还是可以基本判断一下，这就像你可以判断出它是不是超级黄瓜是一样的道理，就是很悲惨的超级黄瓜。天哪，人家不好钓还要被你骂、欸，好糟哦！太糟了，这个。这是一个 God， 你可不可以让我好钓一点那种感觉？你又要人家值钱，又要人家好钓，哎，这个人哦，真的是。那一阵白屏啊！对啊，哎，对不起哦，我应该要逼掉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要去找那个逼掉的音效。逼，你可以自己配啊，多棒，又省，省时间，只要自己逼一下就可以无限无次数使用，还不用担心版权问题。你知道我最近有开始考虑，干脆 B G M 自己唱好了，然后想一想算了，我定这个决定。太扯了，这个太夸张了。B G M 自己唱太夸张了，我觉得。今天的目标20条吧，拜托钓到20条东西。现在3:20还是有机会的。现在才6条。哎呀，人要抱希望嘛，不可以轻易放弃。对啊，不可以轻易放弃，我们还有10条奋斗。你可以最后再放弃。这有比较好吗？至少你努力过。曾经努力过吗？嗯。哎呀呀！干嘛？怎样？你在干啥？不知道呢。一个变奏。那前面是一个正常，就是一个很慢很慢的节奏节拍，拍子超慢，然后后面突然快速就把它哼完了。超级神加速。哎呀呀！阿神也有玩《迷雾编年史》呢，表示开心。对啊，最近玩《迷雾编年史》的越来越多了呢。话说阿瑶，你知道我不是很喜欢某一位滑冰选手。嗯，这是羽生结弦。对呀，怎么了？他最近生病了。哎，是哦。对啊。超可惜的。我是之前好像有听你说他没有要参加日本的一个比赛。
好像也是那时候不是说，好像原因也是他状况不好。对啊。关键少数，你有看到那个电影吗？关键少数，好像有一点点的印象，真的是只有一点点而已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只是看到，觉得还蛮有，也蛮有一点兴趣的。就像我们之前看《最美的安排》一样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没有，他这一部比较特别，就是说，看介绍是 NASA 上外太空，但其实背后有一小数的女性主导，也不是算主导，是他们是重要关键，就是 NASA 上他上太空的这个计划的重要关键。好哦。因为你要上太空，整个计划轨道都需要非常非常强的数学能力。没错，真的。那个整个计算呢？其中的关键就是这几名少数女性。哦，对，这么起来，这么细致，不对，这么限定哦，就是怎么说，就是框架这么范围这么小。好难得哦。对，可是还不确定啊，因为看起来简介就是介绍内容没有很多。我好像有曾经看到过，可是我现在对它的剧情是没有印象的状况。碰到一条很麻烦的鱼啊！再见了。感觉跟原本那个有点像。还有人正在 Google 吗？我在回乙方话。哦，乙方问什么？要不要约哦？没有啦，他是在跟我们报告说他人已经躺在床上了呢。哎呦。不是要回家吗？哪一个？乙方啊。他已经回家啦。回家了吧？应该，对。哎，咻。
小鱼。当然，啊，回家，再不回去，就今天的收获，好了，应该有。回去喽。今天的收获不会了，看起来还好。看起来还行。谢谢，可是虽然我没有带辣椒。paper。其实我觉得一开始我以为那个 paper 是 paper， 就是纸。哦。因为发音其实只差一个而已啊，就一个是 E， 一个是 A 啊。可是它发音是差不多的。对。所以如果你只讲词的话，还蛮容易搞混的。要讲完整的句子才会知道在讲什么。行，睡觉去。哎呀，分类一下好了。哎呀呀，满啦，就这样满啦。只好把多出来的都卖掉了，这样吗？No， 谁都不可以被我卖掉他们。我突然发现，我现在都变成那种就是抽卡运气超好的专有名词。真的，没错。发现我今天还没有看气象预报，明天的气象预报。哦，原来我今天的运气很好。好，睡觉。不能说很好啦，就是小小幸运。好啦，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。明天呢是大好天气，可是我们依旧还是要在钓鱼度过。对。至于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明天才知道。那你如果喜欢我们这集影片呢，请帮我们点个喜欢。有想说的话都可以在下方留言。最后记得订阅我们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今天赚多少？能赚多少？哦，今天赚多少？能赚多少？哇哦，还不错啊，还比昨天更多哎。哇哦。正好我们来看一下价钱。哇、wow ！对啊，比昨天更多呢。可是 Snapper 其实没有很，112块钱。然后120，其实 Snapper 还好，没有赚很多。对，可能比较好赚一点。不过我觉得最上面那一只算是最好赚的了吧？当然那个尾鱼一定是最好赚，那是尾鱼吗？应该是吧。对啊，不太确定。尾鱼春娜，突然好想吃生鱼片，可以明天吃啊。好了，我们这集就先到这里，拜拜，拜拜。